多謝你支持我哋音樂會啊！請問你覺得好唔好聽啊？好聽，好聽。今日就覺得第首曲同埋中段有個曲同埋尾曲都好好聽咯。嗰個意義就即係比較特別啲，有新意嘅，好驚喜，即係融合得好好。你最中意边首歌啊？就系嗰个最后一首嗰个。最后一首歌系咪啊？嗰个世同埋个异世界之旅。异世界啦，又想弹簧，想弹指啊嘛。嗰个异世界嗰首曲。迎春曲，弹指之歌，系真系好好听。你中唔中意听中国音乐啊？中意。咁如果我哋再有演出，你会唔会嚟支持我哋啊？会啊，会嘅，会嘅。虽然时间会流逝。生命亦都會逝去，但希望大家最重要的是時刻都保持住熱誠，繼續温暖我哋年青的下一代。希望我哋都可以秉承優生的信念，繼續維繫我哋的新生音樂協會，亦都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哋。